Welcome back to EmRatThich channel, the best place to learn table tennis. The video has the subtitle. Please turn on captioning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第一分，这是长崎美佑左手持拍的长崎美佑接发球的拧拉出现了失误。第二个球接发球还是坚决的采用抢攻拧拉。 接发球的是王曼玉，哇，好球！这球陈梦扑到自己的正手位反拉的这一板中路球啊，还是质量很高的。我们看陈梦在击球的时候也喊了一声，因为这个角度很大。 这是一个网带球啊，所以也打乱了一下我们的连贯节奏。王曼玉发球，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机会啊，其实侧身非常的积极。马琳知道。 这场女双的半决赛，马琳迟到是坐在了场边。陈梦球算的还是很准的，非常好的一个落点，这是陈梦接发球台内的一个控制。 右半台勾手，这一对日本组合是左右手的配对啊，所以他们在近台的连贯上，在跑位上会有一定的优势。好球啊！ 台内木原美优正手的一个挑打，那现在木原美优和长崎美佑是反超了比分啊，但是这个比分从开场到现在一直都咬得很紧。这个是陈梦的单板质量。 这个球没有挑上，控制上手。 日本组合木原美优和长崎美佑连拿了两分。
现在8-6，比分领先。接下来要接好发球啊。木原美由中路的正手的反拉出现了失误，王曼玉和陈梦追了一分。其实第一局木原美由整个反手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啊，能够顶住我们发起的进攻。关键分啊，陈梦发球。长崎美佑的接发球抢攻，这球拧到了中路，10-7，木原美佑和长崎美佑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反手顶住，正手反拉，漂亮。控制。有点可惜，先是接发球。这球摆的还是有点高啊，长崎美佑正手的挑打。第一个接发球没有摆住啊，然后第二个接发球，曼玉这边想要尝试接发球直接抢攻，拧拉上手，球没有过网。长崎美佑今天接发球拧拉的上台率比较高啊，所以我们对于下一版的这种准备和衔接要更充分一些。好球，陈梦的反手的反拉。陈梦第一时间也举手向对手示意了一下。现在就是我们面对对方发球，好球啊！对方挑打上手之后，王曼玉这个球对于落点还是算得非常准的，形成了正手高质量的一个反拉。虽然开局落后啊，但是陈梦和王曼玉及时调整了状态，把比分追到了4-4平。这个球在落点上啊，和上一个长崎美佑挑打的落点不一样，最终导致了长崎美佑挑打失误了。给到中间。
这是长士气的一分球，也是刚好打到了这个王曼玉非常擅长的反手位啊。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离台比较远啊，但是王曼玉的这个反手确实比较的过硬。想要快劈到木原美优的正手位底线啊，这球还是在角度上，在深度上啊，没有要到。好球啊！现在争取就是打到这种大陆球的相持当中啊，我们要通过高质量的反拉去完成得分。这前三板王曼玉和陈梦也一直在想办法啊，在寻找这个突破口。我们在上旋球的对抗当中信心还是很足的。对方的接发球威胁确实要更大一些，全是上手，这是台内的一个正手推挑。好球，先把比分给并住啊，8-8。接下来是木原美优发球，这个接发球很关键。现在我们在摆短的时候，球只要一冒高，感觉木原美优和长崎美优就是趴在这个台子上，准备来进攻。球啊，陈梦！陈梦正手位，王曼玉发球，长崎美佑来接发球。长崎美佑反手拧拉的这个落点啊，他能够拧开。现在可能对场上的王曼玉和陈梦来讲有点算不太准啊，他拧的这个落点，这球又是拧了一个直线。这两个接发球长崎美佑都是来看第三局上来就吃了一个发球，木原美优正手的挑打，这球没有上台。你看第三局上来啊，王曼玉和陈梦整个的专注度变得更高了，两边完全跑开了啊。对方在进攻的时候，我们耐心的去防守，争取每板球先保证上台，形成多板的相持之后啊，对手的这种进攻的成功率也会下降。这球想摆到长崎美佑的正手位小三角，没有关系。发到了陈梦的正手位小三角啊，
这个抢攻上手出现了失误，还是有点吃罚球。现在我们需要去调整一下啊。陈梦和王曼玉是叫暂停了，现在在前三板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当对方发球的时候，我们的接发球的压力比较大啊，因为想要限制对方的抢攻上手。现在这样的局分确实给到了落后一分，回到场上，比赛继续。陈梦发球，还是开长球，好球啊！近台，你看陈梦的这个反手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对方的球一旦拉回来啊，陈梦就是要近台反手摁一个直线的落点。正手反拉，这球陈梦退台之后反手的上手有一定的难度啊。其实前几板球落点跟上一分一样，日本组合也是多扛了一板。好球，陈梦反手的上手，曼玉这球还是在右半台勾手发到木原美优的正手位小三角啊，木原美优还是直接挑打上手了，5-5。这球如果王曼玉打上的话，有可能就一板过了。依然是开向长崎美佑的反手位的击长，也因为长崎美佑在前面两局接发球台内啊，这个反手拧拉的手感很好，我们可能对于他下一板拧拉的这个落点有点猜不透，那干脆就开击长。关键是在于我们下一板的准备啊。这球长崎美佑侧身了，但是陈梦的这个落点上也有讲究。这两个发球啊，陈梦非常坚定，都是发了长球。关键的两分啊，这个局分上我们落后啊。在这个关键的第三局，我们刚才是落后两分，但是陈梦的发球轮次，我们是连拿两分，7-7。扛住，漂亮！这一分，王曼玉和陈梦扛得不容易，拼命的在顶啊！这个比分上在咬牙顶住。其实从王曼玉正手位的那板球开始，我们就有点被动了。曼玉的正手啊，陈梦的反手都顶住了。
这球感觉还是球有点高啊，对于陈梦来讲有点顶。对方站的是近台，8-8。又是一个关键分，现在比分上的领先啊，对于王曼玉和陈梦来讲很关键。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来了他过硬的反手啊，面对对手的正手的进攻，王曼玉的反手高质量的一个反拉，10-9，陈梦和王曼玉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机会啊，主是非常奏效的，应该说是从自己的发球的轮次啊建立了一些信心。长期美又高质量的一个正手的反拉大脚，哎，这个球王曼玉拧拉的质量非常高，你听这个现场的声音啊，就能够听得出来。挡住，好球！开完长球之后，我们连续的展开反拉，这是一个精彩的对攻啊！我们给的球旋转都很足啊。这局上来面对长崎美佑的接发球啊，我们依然是开长球。这长崎美佑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准备的。好落点啊，就从第一板的上手台内正手的一个推挑直线就已经开始展开我们的进攻了。这一局的开局，木原美佑和长崎美佑在状态上其实也有一个延续啊，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的组合陈梦和王曼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状态。好球，压住。现在我们在比赛的节奏的把控上啊是很精准的，我觉得两位球员在场上现在非常的沉稳。这个接发球有点不太规则，但是王曼玉的出手也是很冷静的，给正手又看了一个直线，现在我们的士气已经起来了。第四局开局，王曼玉和陈梦6-2领先。
反拉，漂亮。现在在相持段啊，我们的得分率是非常高的，像一堵墙一样，对方根本打不穿。这个是陈梦和王曼玉共同的努力啊，必须一板一板的来扛。这个球陈梦台内的出手质量还是很高的，8-2，6分领先啊，应该是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反手起板，去到大斜线的这个落点上，陈梦的单板质量很高，球的旋转拉得很足，并且落点也打开了。这球被长崎美佑给算了一个啊，没有关系。你只有长球的这种牵制啊，在你之后发短球的时候才会有效果。陈梦的还原很快啊，所以今天就是这一局的比赛，我们在接发球方面直接推挑直线这个落点要的很多啊，然后在相持段我们也占到了上风。10-3，王曼玉和陈梦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现在对手对于我们台内上手的这个落点也是有准备啊，准备到了之后呢，单板质量就下一板的这个连接的单板质量也就提高了。这球对方的接发球的节奏比较快，没事，现在我们手上还有多个局点的机会啊。吃了一个发球，11-5，王曼玉和陈梦是拿下了第四局，把大比分扳成了2-2。决胜局的比赛由中国选手王曼玉来率先发球。上来发完球之后，木原美优就吃发球了，我们连续两板抢攻。美优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接下来是陈梦来接发球了。你看我们在落点上就有变化了，这个台内正手的推挑就直接给到了长崎美佑的反手位，然后我们准备下一板反拉。决胜局王曼玉和陈梦是3-0领先，迫使日本组合木原美佑。陈梦的脚下真快啊，并且接发球控制的这个落点也很刁钻啊。现在木原美优、长崎美优包括教练啊，这个脸上的笑容是渐渐的淡去了，但是我们依然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啊。
这个球陈梦还是想把这个短球的质量发得更高一些。因为是长崎美佑来接发球啊，所以一上来的第一个发球这个短球发失误了。自己发球轮次的这两分没有把握住没有关系啊，接下来的这个接发球还是要做好。这球快劈到了木原美优的反手位底线，这个球劈得很转啊，感觉都不太往前走。这球降低重心之后，长崎美佑是正手拉了一板直线。接下来是木原美佑啊，来接发球。陈梦美优这个决胜局接发球的表现比较一般啊，所以刚才长崎美优也在这个鼓励木原美优啊，但是这接发球依然是直接失误了。这个球接发球上手的质量又不是很高，现在感觉场上木原美优整个人的信心不是很足，所以这个发接发的轮次有相对的强弱啊。当我们面对长崎美佑接发球的时候，因为他今天的拧拉的手感比较好，所以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当木原美佑接发球的时候啊，我们的发球会更有信心一些。比分拉开，这球台内球接发球没有控住。中路陈梦高质量的一个正手反拉得分，8-4，王曼玉和陈梦在决胜局4分领先。这球王曼玉拧上了之后，长崎美佑接下来的这个跟板啊还是比较被动的，所以也给了陈梦的一个进攻机会。长崎美佑今天的这接发球啊，确实接的比较的顺啊，我们没有办法算在他的前面啊。接下来还是考验我们的接发球。你看这段时间其实还是长崎美佑在场上啊，这种正反手的进攻要更加凶狠一些，我们要咬牙去顶啊。
在比分领先的时候不能松，对手也有反扑之势啊。这个反手拉起来了，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8-8。木原美优和长崎美优是连拿了4分啊，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我们。确实是一场紧张刺激的女子双打的半决赛。陈梦正手反拉直线，啊，这一分很关键啊！两位选手正手你一个我一个啊，看到机会下杀板。这又是王曼玉的一个正手的抢攻，10-8。这两分王曼玉和陈梦也是顶住了压力，现在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不管是王曼玉还是陈梦啊，在关键分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过硬。决胜局，陈梦和王曼玉11-8，获得了决胜局的胜利啊！所以在0-2落后。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